真的无解。白夜的可以，挺好喝的。两级了，这黄牌，这黄牌有点烦呀。一起来打个电心，太喜欢在外面。哦，法球加屏障，他这个人很稳啊。这个电心刚好电了他法球。我上次喝的是什么？我上次喝了幽兰拿铁，那个招牌幽兰拿铁吧。带走，屏障也没用了，哥们，点燃有5秒，屏障只有2秒，怎么样你都得死，真的希望为零。好爽，一血的看机太爽。明天是别的区开服，然后明天的话峡谷这边开不了服，好像这周都开不了，听说。这个黄麦再挥个彩蛋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完美。这一道唤醒他直接懵了啊！血量见底，没 E 好，靠，怎么 E 歪了？但其实不 E 歪也是他叫闪现了，反正不 E 歪也杀不掉了，这波不一样。不意外也这样，干补你就死啊，就等你补这个炮车，臭小子。OK， 舒服了，还值200多块钱啊，出来再杀他一波我们可以又走了。这个塔不好推，防御塔在5分钟之前还是很肉的。他死了，这个 W 直接血压位于一起来一个 AW 直接秒啊！你是他进我他也死，肯定死。Q A 带头，哟呵，180秒，他点了 CD 啊，各位，我得跟他一起交的，他点的那个中亲密啊，不是那个启迪，操！可惜。起地卡牌啊，来你敢追我就弄你，起来一个 A 大补给来救一下 A 一下带走，好吗？操！哦 ，nice！ 救一下 A 一下，一起来踩一下 A 一下，一个大补多一下，你再 A 一下 ，OK。这
合作愉快。能排着给你吗？直接出这个吧，卡牌炸中炸了，卡牌。别怕，还小心一点，他六级的话还是可以动的，不要给他机会他就炸了。大招吓他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先去派克，不先过去吗？派克他这个也是有闪光卡的，他如果想吃这个话，他得死。OK， 不值钱无所谓，叠主要就是叠这个书。卡牌很难受啊，双刀交了死了，真的很难受吧？我懂那种感觉啊。打塞拉斯，结果打塞拉斯打了很多把，就抖音也有，不过打那个英雄有点看运气，你知道吧，如果你 W 躲得多就好打， W 躲得少你就打不过塞拉斯，数值摆在那里，前面拼肯定很吃力的，知道吧。太多就什么装备都没用了，哎给我拉开，卡牌还没开过大吧，我开了一次，开了一次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能怎样 ？AQ 拉开，嗯，来，方子，你敢这样走？哦，好大的胆子，挂点蓝，飞一下。靠，这么远的一颗，哎呦，这一波说我空大的玩家普遍段位不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不到精髓。敢问是谁的鱼人可以在四个人当中从他们缝隙之中而过去？除了我没有人可以。你如果这样想的话，你岂不是王者？如果但是这一波你只是单纯的觉得我空大，你不会超过大师，因为你大师以下是没有这个觉悟的，
你只会你因为你的思维只会看到我空大，但是如果你是个王者，你就说我操这样也行吗？芒果鱼啊，四个人当中你都能从大招让他们直接穿过去，你懂吗？思维决定你的段位，懂吗各位？所以说你们要学一下，不要只看表面，看表面真的没用。这一波大招显然是完美的，我还可以吧，来个沙漏，跪了。鲁登都是这个出来就超车的，我电刑打了600，但是一回鲁登就把鲁登的伤害就把电刑给超过了。干啥？别输，我点满了，不，不要交闪。怎么还在扛他？其实不如给卡白杀呢，说句实话，不值钱了他。我们还有神话，十二号。还没去抓过上单啊，沉到海底去吧。女妖加秒表，你这样出装你也不做神话呀。换个防装伤害有点低了吧，卡牌才80发现。可能这边应该是有眼啊，直接过来放眼了。喂，你放门口就好了啊。谢谢，放门口就行啊。这么快啊，我靠！我游戏开的时候点的，15分钟。我要无敌了，我的美式来了。男人的加油站，美式咖啡。Q 杀喽！哇操，压我起身！我得喝口茶。泡的绿茶。
跑绿上。我要去杀永恩了，这把一直没去抓他。别急，不能让他这个撞呀！你走吧，不能让他这个撞呀！肯定要先把仙盟给打掉。这个啥，一旦撞一下，永恩撤打太快了。他这个装备，想杀他不热恨我，大哥可以来帮我劈他一下。我的意义应该是躲了卡牌的大招，所以我头上没有他这个东西。我操，吓我一跳。永恩会玩，我感觉。骨头这么狠吗？一棒子打死，打狗棒，哦，狗打棒，死啊！你们谁扛？我操，怎么我是老扛塔呀，走到了 Q 一下卡牌了。骨头无敌了。煮一下我的热水袋，等一下。我的热水袋。不要吗？好好好。我来品尝一下。哎呀，装杀，开杀戮，开，听到我呼唤了吗，伙伴？最后一秒，我操，我差点开不出来了，被控了，完美。胜利之风，胜利之风都懂。
那蛤蟆怪。还有蓝，我全都要。这也给我，行呀。先拿这个鱼带走。我波兰界到现在还没卖吗？可以。奋力之风，想看戏法吗？刷野刷的，AK 刷野怪。也不用打，这个时候就拆塔很快的，我今天打赢了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拆过地了，急的是他们啊，各位，他们这个上野如果来手的话守不了，必死。秒聊了就别走了好吧，烦，不要跑，卡牌这个出装其实也没什么毛病，在逆风的时候来一个沙漏加女妖，奈何我们的鱼叉太过于锋利，任何防装也没用呀，他这个出装就吞功能性了，打控制，炸死我，炸我，这打我直接拖，储备储备呀，哦好治疗术啊，救一下带走，一起来杀，完美，哼。